我们今天这么来请到五位美女啊，来跟我们共享盛举。我们从头到尾都是我在讲话，我越讲越不好意思啊。我又不是音乐家，又是也不是音乐硕士博士，我只是一个博土而已啊。我只是听很多音乐，就是很博啊，博那就是土啊。啊，但是我们今天赶快请我们真正的优秀的音乐家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我们首先请钢琴家陈立之老师跟我们派进来第六次啊。忙碌工作很累，这一次很累，我很累，但是，在音乐
就在那个变奏曲的第几第三变奏有没有？他就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哦，我一第一次听到，哦，原来第大提琴当主题也非常美的啊。所以你现在不如稍微再背几遍，再再再好。啊，来啊，不要，当当当，不要不要。有啊有啊，这里是这么还有，还有些人，但是关于总是。
向世人抱怨。所以我们看，不管是郑医师也好，还有我们五位老师，甚至是我们播音的团队，尤其刚才他们的天赋能力，真的是很多人都佩服。尤其我跟各位报告，我们这几年，我们元隆医疗体系，啊，特别是元盛医院，不管在医术跟医德方面，已经创造很多的奇迹，特别是在公益方面，公益哦，而且最近呢、啊，在国际论坛里面，我们发表几个很重要的成就，那个各位的拍子要划起来。那我刚刚讲，因为我是公益频道，我没有办法做好事，可是我要让做好事的人、做公益的人来知道。我们公益频道今年就拿拍两个广告片，都是王县长、非常感谢的。我建议帮你拍第三个广告片，免费。如果以后有音乐会，你就告诉我，也可以告诉我。从彰化就只要电视都能看到跑马灯，帮你跑马。我们要让这种公益的音乐会哦，这是一种非常疗愈的一个治疗方式哦。特别是我们郭院长亲自的做的，你看，光讲来讲去，讲来讲去哦。啊，实在这个音乐会真的很棒啊哈！哎，大家欢迎，欢迎哦。真艰苦，两蕊目睭哦，一日要看伊，一日要看伊。这个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么，不管你听不听哦，你只要听那个郑医师的哦，你慢慢都听得懂。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哦，这样的非常好的音乐会哦，我真的是非常感动。我相信我们彰化县的乡亲也非常感动。那个有最热烈的掌声，让五位免疫老师拍掌，谢谢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加你一块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各位黄董事长。最后，我要跟各位讲，好不好？我们努力了七年，其实在我们 FB 上面已经有小有成绩哦。因为今天你知道吗？有远从桃园的中立一台车，五个朋友来给我们捧场，喂，恭喜你！大家都给我
各位朋友，很高兴。那我这里也是，平常我是比较忙一点嘛，然后今天出来这边啊，这个是。